飘逸，身穿粉红色小礼服，徐伟宁换上伴娘装，好姐妹林心如月底就要在巴厘岛结婚。虽然婚礼细节保密到家，但徐伟宁被直击，已经飞到当地拍摄婚纱。我们可以开着车在台北市绕两个小时，然后就在车上讲话，或者是沉默，就这样。不找明星助阵，两人婚礼伴郎就是霍建华的好妈咪，拥有20年的好交情。两人从高中时代就认识，现在更是霍建华的经纪人。霍建华月底即将完成终身大事，他也成了巴厘岛婚礼中的唯一伴郎。霍建华、林心如两人台北场婚宴将在8月2号举行，而地点就选在这家知名饭店。在巴厘岛完婚后，两人也将一起返台。台北场婚宴布置优雅，场地装潢相当细致，当晚席开30桌，一桌约莫3万元。只有一样东西是你想逃也逃不掉的。什么？你自己的心。霍建华、林心如两人从友情升华成真爱，如今即将牵手走上红毯。虽然婚礼相当低调，但粉丝们也给予满满祝福。记者陈旭、罗玉静台北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